天以暴力方法抢劫财物，又强奸妇女，并以密谋故意杀害被害人，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抢劫罪、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。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，对中原应数罪并罚。中原以滴滴顺服车女乘客为目标日模抢劫，并准备短刀、胶带子等作案工具，在8月23日日被实施抢劫时被掐诀犯罪立即后仍不是被害，并于此日对赵某某实施抢劫，进而对赵某某实施强奸，为密谋采用掐诀、持刀、引顺筒子夺颈部的方式杀害赵某某，主观恶性极深，犯罪手段极其残忍，犯罪后果极其严重，依法应予依惩。虽然中原归案后仍坦白，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，并不能要求从轻处罚的理由不足或者其他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13条、第236条第一款、第232条、第48条第一款、第57条第一款、第69条第一款、第三款和第64条之规定，判决无效，请全体起立。一，被告人中原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并处罚金25000元；犯抢劫罪，判其有期徒刑6年；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决定执行死刑。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罚金25000元。二，水量以上的作案工具，短刀1把及手机1只，予以没收。三，责令被告人中原退回违法所得9000元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、副本2份。现在闭庭，将被告带上。